嘉宾，你看不看到那一出戏？我有看到，那个乐乐夫好漂亮哦，而且他的歌声令人陶醉。你们高潮啊！明慧是要问你那出戏有没有带给你感动啊？我来，我觉得真的好感动哦。原来在他们心中有一块是我没有想过的，原来不同的文化冲击带给他们这么大的影响啊！觉得上帝的爱真的好奇妙，越是在越困难的环境，就更显得出他的美好。没有错，只要我们对上帝时时怀有一颗盼望的心，相信无论处卑贱或在困苦当中，我们必也能够看见他的奇妙恩典。在十九世纪的台湾。53年前，台湾一台医师举家来到台湾，他进入台东，在贫病交迫的年代中，他入乡医疗，创立台东基督教医院。当时是小儿麻痹泛滥的时代，他却伸手自愿跳出来，为这一群数百位的小儿麻痹病童，为他们带来盼望，最终让他们得以站立。67年前，孙雅各牧师与孙礼莲宣教士，他们两个人变卖了一切的家产，来到了台湾。孙礼莲牧师更是将他一生当中最精华的50年都奉献给了台湾。他照顾的人之多，有人称他为山地之母，有人称他为盲包之母、麻风病人之母。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可是呢，他却说：“我只是一个女人。”我所做的事情是每一个母亲在家里都会做的。而蒲梦蔚老师，他在12岁的时候，他立志要当一个宣教士。他说他要传福音给世界的中国人。那在63年前，他来到台湾，他变卖了他爸爸送给他最心爱的萨克斯风，甚至也不结婚，留在台湾，继续服侍台湾的人民。他说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爱。所以我们要以同等爱去对待每个人。正当面临医学院刚毕业，前面有大好前程等着他的时候，来自英国的兰大卫，他选择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，来到陌生的台湾，开始了他长达40年医疗宣教之旅。正是因为这些宣教士不断前仆后继的来到台湾，使得上帝的爱升值在许多需要的人心当中，也使得上帝的荣耀彰显于这块土地上。没有错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鼓号乐队我们带来的《将天敞开》，以及由声乐所带来的精彩演出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进场。